Hello， 大嘴哥，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圣殿魔关的投稿操作啊，他用的是白号印，然后现在对战佐助，刚才第一回合是用的那个谁，可能是挂掉了，咱们就不管他了啊，先来看他怎么用白号印灭的。刚才霸体一个，哇，回手就是一个二技能，再来一个一技能狂暴，再来，赶紧替身，哇，替身对方拿对了个贝壳，再来，哇，直接上大招，好狠。啊，这也没办法，这个白号印大招动画这么长是吧？打半天。还有一个大招伤害才出来，然后一个技能马上大招之后可以衔接技能啊，直接解决了自己的爱人是吧？自己的 CP， 佐助怎么看呀？打这个卡卡西都是万花筒啊，都是万筒、对方是信号不好，因为像双方信号都是红土，对方直接上二技能，偏差，哇，这么远插到了，插到之后一技能吸进去，对方替身，白号印替身进来一技能之后再来二技能，我对方为什么不替身？对方替身了，替身之后顶他，再来一技能吸他是吧？看能不能吸，就是不吸他就要替身了啊。好，吸住了，吸进去，然后再替身用不了，替身之后，二技能起手，然后再来一技能吧，一技能，哇，直接跳跃过去，哇，这个运气真好啊，躲过对方的大招，然后对方偏差，然后招了个蛤蟆，把对方控制住，这个怎么还能跑？不科学啊！哎呦，这时候其实可以虐他的，不用开大招都可以把他秒掉。来了，哎呀，有所谓啊。直接赢了这一回合，对方还没死啊，最后招了还能招个连右之后就剩一点点血，好可怜啊，这白毫鹰怎么挂掉了。我们来看第四回合吧，因为这个叫英雄舞吧，反正这边就剩一滴滴血的，随便一个技能就秒掉了，这白毫鹰也是很尴尬的，本来应该大招应该能秒掉，但是奇木卡卡居然还没死啊，真是想不通。